所以我自己平常也就是利用周末偶尔给家里头做做饺子啊，包个包子啊，然后就把这个面基本上搞好之后大家一起来包。那这时候呢，我觉得家里人一起也是特别开心的一个时间吧。你自己家里头跟你家里人口味不一样，那你所选用的这个材料数量，对吧，甚至包括你这个面皮的软硬啊，大小啊，薄厚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呢，恰恰就和我们生产过程是一样的。我们生产过程呢，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地了解到客户的要求是什么。这种呢，满足我们客户的满意度的前提下呢，也是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浪费。我是乔慧霞，我是霍尼韦尔航空航天事业部亚太区质量总监，主要是为了支持 C919 项目加入霍尼韦尔的。那负责呢，在国内协调和组织，C919项目的在供应链的在国内的落地，那包括呢我们原材料的本土化以及合作工厂的建立。目前呢，我是负责呢亚太区的质量保证工作，主要呢是和相关团队一起呢来保证我们产品在生产过程当中的合规性以及流程的改善。同时呢，也持续要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保证我们产品的质量。所以不管是新技术也好，新应用也好，那么它总是要经过很多很多轮的验证才能够应用到飞机上的，也就保证了人身安全，从而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可持续性。这一部分还是能够让人兴奋，说能够持续你有一个动力，说啊，你看我的工作是有一个成绩的。我是乔慧霞，可持续，我参与。